本期讲解一个无人直播新平台新玩法，现阶段免费开授权，不违规，单场输入1000以上。最近的无人直播放电视剧和电影的各大平台火热进行中，快手因为有人搞不正常直播，导致很多授权开不了。陌陌播剧最近还火，直接无人直播就能赚取收益。表演方式有多种，课程会带来详细的讲解啊，趁着风口赶紧实操起来，早做早赚钱。课程目录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啊、项目变现方式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四节视频课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，包括电影下载网址、短剧下载素材、软件下载软件啊，和收益展示。我们来看看，收益是1000多块钱啊，一场直播1000多块钱。来看900多，陌陌钱包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如果需要本场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直播新平台，就可以下载本次教程了。